所以，那也出来好了，你的房间不适合啊。这相片哦，翕了足水，恁看起来足幸福的。我从来唔捌甲查甫人翕过这款相片。你嘛知影，我甲阮前翁本来个性就袂合，为着囡仔结婚，结果嘛是一直冤家，根本就是一段无感情的婚姻。本来我是想讲，我永远拢无感觉。应该认命，不过拄到你，我才发现我对爱情还袂绝望。秋怡，会啦，我相信讲你一定会走出这段无好的过去。安尼，我敢会当期待我的未来？当然啊，你是一个好查某人，你当然值得有一段真美好的未来啦。啊，不过我梦想的迄个美好的未来，你嘛伫个呢？学长，你敢愿意伫我的未来，甲我做伙幸福快乐？你这想无实际啊！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无人知影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只是会当尽量来对你负责，尽量来保障你即卖的生活。两个人的感情，若是干那为着负责，安尼比无，搁较悲哀。秋怡，学长，你唔免有压力，我袂叫你对我负责啊。我讲遐个话，只是看到迄张相片有一仔仔感受尔。无，咱嘛来翕一张最快乐的相片，好无？安尼，我就会当把我今麦的幸福记牢牢。就算咱两个无未来，我嘛会当证明讲我有过这尔快乐的时间。安尼我就满足。多谢你，我今仔真正感觉足幸福的。秋怡，那两个不在。拜托你，过留一寡美好回忆好吗？小丽讲，冠廷先回去休困，等下冠廷若看到我提早回来，一定就欢喜。甲伊玩遐尼侪工，就无干那只好好，我根本都无心上课，只想要赶紧回来盖点做伙。等下我要伫个房间点香氛蜡烛，穿性感睡衣，甲阮老公拿啉红酒，拿情话绵绵。
你哪里家？我靠，一想要是你的哦。是啊，学长人无爽快，我替伊送一寡物件来。看到还未吃暗顿，我就想讲煮一寡食的。啊，佮看到恁厝内底有淡薄垃圾，所以就顺手摒扫一下。哎呦，扫帚先起来啦，哪有互你替阮摒房间的理由啦？啊，冠廷呢？哪无看伊啦？我唔知啊，我有叫学长先去食饭啊。最近学长常咧怀疑我。袂用的话，我看我要紧来转啊。冠廷，我补了一个啦。喂，老婆，什么代志？老公，你哪还袂转来？啊，对啦，我着散步运动哦，愈行愈远。我先要回去啊，你先睏，我先回去吼。也毋过我看无你，我睏袂去呢。你敢免开视讯互我看？无啦，我即摆安尼运动了，规身躯拢流汗，黏黏黏。无紧啦，我马上回去啊吼。金星荣，你今仔才还呢？一直想要听说我甲冠廷，我绝对袂当让冠廷就安尼离开。若是会当有一个小冠廷，我的人生就无共款。小雨，我真正爱来转啊！冠廷，小雨，你莫搁再安尼好不？咱两个人上好莫搁再见面啊！好，那是今仔日。真正是咱最后一摆见面，那安尼，你敢袂当搁加我一点仔时间，搁留一挂回忆予我，算我拜托你。我会等你回来，你肯回来好不？你别让我等太久好不？我真正无想要再等下去。冠廷真正在这，原来恁两个早就住做伙啊。冠廷刚才跟我讲，伊在无闲的时阵，应该就是走来这找秋怡。我甘愿跟伊入去，等下若是真正看到因两个，
我是没有欢迎。冠廷的钥匙和手机啊，天真的笑容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赞歌。秘密的感动，爱你的温度，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，更心内上精彩的故乡宝。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，拢有你的记忆。那不知道了，看了这张相片。一定就是讲，因两个才是一对。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，目屎哪会暗藏袂掉？高冠廷，你把我带去天堂，搁一脚甲踢入去地下，这就是你要给我的一生的幸福是吗？最后人只是路过，熟悉的气氛啊，天真的笑容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赞歌，离别的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，更心内这个门打开以后，就代表我跟冠廷的感情永远无法度回去到当初，也代表我会失去冠廷，失去我的家庭。我感情真的准备好了，要安怎放不记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字条，眼泪哪会暗藏不掉？无声的牵挂，冷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与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，我的表演。过去伤痕，拢有我伫你放袂离。无声的牵挂，痛快嘛心痛，最后咱一时路过。